哎，你的托盘帮我找来了吗？对对对，少放几个。好，准备出菜。包，辣椒叶再包起来就可以了。把四个盘子摆这里，中间开刀。我靠，走上菜。那边白人，浪过来了。好，出菜，快点啊，盘子凉了。大厨们已经准备就绪了，首先请明叔出菜。谢谢。玉笛谁家听落梅？嗯，好香啊，这个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嗯，牛油果做成了一个玉竹的形状。我做这道菜的理念呢，就是想要还原原著的做法啊。我通过不同的5种不同的做法，牛排是煎，猪耳朵是卤，鸡胸肉呢是炸油炸，羊肉呢是蒸，鸭胸肉我是烤出来的，综合在一起，每个肉和每个肉之间的结合会叠加中不同的风味。首先牛油果搭配肉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，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，它确实会让人有一种就像拆盲盒一样的惊喜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个什么。你说我去点一个糖醋排骨，我知道我点的是什么，哇，我去点的一个什么鱼香肉丝，我知道我点的是什么，可是我点了一个叫做玉笛谁家听落梅，你点的是个什么啊？对，所以它就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乐趣吧，吃的是一个，更多的就是一种乐趣。对，我们还是回到原著，就谁家玉笛听落梅。首先这个落梅不是一朵梅花，这个落梅就是我们中国的古称，叫梅花易数，那是八卦的排列组合。所以谁家玉笛，它是把那个五种肉剁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一条一条中间是个排列组合，一条獐子肉加一条兔肉是一个味道，我一条獐子肉加一条牛肉是个味道，这一加一，一加二，一加三，一加四，5×5=25，实际上是在讲原材料之间排列组合以后产生的味道。我一开始就说，这武侠小说它是故弄玄虚的，所以你真的就要这么干也挺傻的。不过呢，它里边讲的东西就材料跟材料之间组合而成的味道，这个是这道菜的整个的这个核心。那么现在您这个做呢，就是这种组合性不够，就不管能怎么弄，就是要弄出肉的味道之间碰撞以后产生变化的味道，这是根本。郭大厨出菜。再不叫我出来，我都要退回去再重做了。啊！哎呦，来喽来喽！哇！呜！这有点像佛跳墙。对，它是一个盆菜的做法。啊！哦！我今天做了一个五珍烩。在过程当中，这个肉肉。肥瘦真好。海参。嗯，我今天呢是用我们客家盆菜，就我们客家人每年大年三十就会用一大盆，然后各种东西原材料把它放到里面去，把这焖好的汁把它浇上去，所以我今天呢是用一个盆菜的形式来呈现了一个五珍烩的菜品。那我们现在里面有一个石心海参，我是研发出来了这个石心海参，
我把两头开了一个3厘米左右的宽度，用细管冲到里面去，把里面的沙给冲掉，把海参的肠留在里面，因为海参的肠是最精华的。然后大家再吃到一个鲍鱼，这个鲍鱼也是青岛的鲍鱼，就是我把一个活鲍鱼做成了一种干鲍的口感，让又能吃到软糯糖心，又能吃到它的香气。然后还有一个济南的把子肉，用了我们老家的一种扣肉的方式把它做出来之后，再把它焖到里面去。因为盆菜里面就是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。对啊，好的，爆汁用得很好，五味调和，就是他把这几个味道，五种味道都调和在一起去，最后用一个味道来呈现出来，让我们吃到不同的口感和层次，这个做得很高级。对，非常好吃，连那个猪肉都很好吃。没吃够，那把子肉太好吃了。好吃啊，那把子肉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都要吃把子肉。对，肥瘦相间，剩下的能不能再给我们补上？哎，我今天这么多道菜吃下来，我觉得这两位大厨的风格就是最为对比很强烈的。从颜值的角度，绝对我们这种会被名书的菜吸引。然后郭厨的是第一眼看上去都是黑乎乎的，但是我吃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恋爱粉红泡泡冒起来，真的超级好吃。苏苏请出菜。有我们份吗？问题是我还没饱呢。哦，对哦，好像没我们份儿、啊。你们没得碰，你们没得碰。我不相信，我觉得苏厨可能会有多几个碗呢。但是我们不给呀、啊，真是，姐，我们不给呀、啊。苏厨这么实在的吗？真不给我们呀？苏苏，嗨，只能给一彤那边吃这个。这道菜的名字叫榜纳听若梅。怎么样，绵绵绵绵绵绵，形容一下，快快快 ！Bravo， Bravo， Bravo！ 那个也很好吃。这个包烧呢是用了这歹厨的一个方法，这道是一道云南版纳的一道特色的夜市烧烤，它里面是有不同的五种味道，所以说你们都要分着吃，不是一人一个，吃不同的味道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吃的，他说这个也好吃。茄子，真的呀？我这个好吃。尝尝，但这个稍微有点辣。这个还没，涛哥你尝尝这个，每个都尝，这个尝了吗？哎，每个都尝，这个尝了吗？哎，这怎么？哥把这个沈涛老师挤走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。来尝尝有没有辣椒？主持人的威严在哪里？你们可以吃干嘛呢？肉肉肉，拿着这个肉肉好吃哎，好吃。酸笋，可怕啊！哎，这个好吃哦，这个好吃。他停不下来。尝一下，好香啊！这个确实不错。哎，苏楚，那个肉有一个里边是包着肉的那个，那是猪肉吧？豆芽。对，就有那个豆芽，芽菜。不是，那是什么草花？菌菇。我里面都有菌菇在里面。是什么肉？肉，兔肉。啊，那是兔肉啊。对对，兔肉。哇哦，我第一次吃兔肉哎。但是它吃起来口感有点像猪肉，我觉得那个搭配还挺好的。我觉得折耳根没想到。那个不是折耳根。啊？是云南的一个调料，叫撇菜根。哦，怪不得我没有吃出折耳根的味道，但是它长得很像。对，我觉得味道也有一点点像，但是没有那么腥。它没有那个折耳根的那种腥味，它是香甜的。就是它永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借着咱们的节目做他自己的事儿。今天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民间传说的一道菜，让他又把这事儿拉到跟云南在一起了。没有没有，而且永远充满底气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郭柯说，我有鸭掌，我有菌菇，我有爆汁儿，
我有菌菇，我有海参，我有菌菇。然后他再加一句，你这个你店里面用吗？我给你们供货。您说的这道菜，就是我从视觉上我是觉得非常满足的，因为我觉得很有创意，它就像一个玉笛一样。第二道这个菜上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好好吃，因为可以好想下饭，就是配着米饭吃。但是我觉得苏厨这道菜这个鱼味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它上来你看它包着，包括它这个叶子的味道其实已经浸进去了，然后它有很多我没有吃过的一些食材，给了我非常非常新鲜的感觉，也非常能满足我的味蕾。所以我做一个最终判断，考虑最后三秒钟，三二一。怎么反倒听落梅啊，值得值得。